我听说了，我听说战况惨烈，我一直在担心你。邓子坚死了，他是你的护卫，他不是护卫。 事说给我听，好吗？监察院命令，诛杀国贼。你是监察院的人，范闲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麻烦你杀了我。监察院有专门的案卷路子，让你把其中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拿给我，我便把我自己的这条命送你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可以跟你一起。胡编，你我裴擒贼无没那么好的交情。 为何帮？帮个朋友，京都水深，早日离开也是好事，省得你家人整天为你担惊受怕。你不离开京都了，你那么蠢，我走的话，怕你自己在京都没法活下去。那你这个护卫可得尽职。楚南聪明，我这条命是为我家人而活。至于你，遇到危险的话，你自己扛着吧。我，先走。 一起走。走。他自己跟我说过，说他遇到了危险自己先走。为什么骗我？他把答案早就跟你说了，就你刚刚提到的，今天说的那一句。 这世上若没有让你甘愿赴死的人，活着何其无趣？ 他说的是他的家人。对他来说。